你知道是谁真正在消费你的同情心吗？会让人误会啊，用这种有欺骗成分的方式来去募款。那究竟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，你又分辨得到吗？当我们设出来的这十二个专业里面，这个雍修凤这个名字已经重复用了十二次，没有可能这个雍修凤十二个孩子在筹款吧？是我们要讨回公道，跟这个孩子，希望那些善心人士不要再捐款了。